多用，多用，马上，多用，马上。医生检查，医生说你已经差不多了，可以好好回去过生活了。结果没有想到呢，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，我说我们这里为什么叫花莲县秀林乡同门村，日本人取的，日本人过去哈，他就在我们这个百叶山呢、开采铜矿，然后
有水准的领队才带各位来这边体验呢。没有，他们没有预约，他们来掉头。这里只要手牵手就会怀孕了，怎么办？这边很可怕的，手牵手就怀孕了。尽量可活。好，各位贵宾，前年的暑假我们这个里边发现有黑熊，结果呢我们派出所就派了一位非常厉害的猎，孩子根本吸不完了，会胀奶怎么办呢？爸爸自己处理掉了，所以我爸爸的脸蛋超级漂亮，你知道吗？尽量走两次啊。不是不是，在另外一边那一边的，现在那边不通了，因为路断了，要走便道。嗯。哎，现在站在对面那个公墓上面，所以啊，这件案子就是我们。部落里面最悲情的故事，啊，就是因为跟日本警察谈恋爱的结果，就是有这样的下场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看这。前面有个大平台在那边等我们，我要摄影，帮你们摄影，入境。哎嘿嘿，好。哎，对，我们这个当地的小朋友才知道这个后花园呢，但是他不晓得我们会到上游去鸟给他们玩。分多金负离子，油啊多得很。我帮你们摄影，你回去才可以欣赏啊。你是最佳女主角啊。这个下来绝对有代价的啦。
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这个就是对这个土地没有信任感。不要怕，好走。不要怕，有的人看到那么陡都放弃了。所谓的贵宾，我们到中间带，我们来先来个大合照。哎，所谓的贵宾到中间带来。来，我们先来个大合照，所谓的贵宾先来个大合照。各位，所谓的贵宾看多用。好，全部看我，全部看我，一二三耶！还有没有没入镜的？我看看。好，再来一个，来，帅哥，来，注意喽，好，注意看哦，一二三耶！还有，来，再来，全部进场，好，来喽，看都用了。一二三耶，好，你们就快。多的，这边超多的，啊！你穿上鞋子没有？你看我的脚，我的后跟就一堆了。好，开始在咬了，开始在咬了。啊，你来这里给鱼咬。你就定在这里，它会来咬你的脚。五花西哥十斤都有。
东西检查一下，不要遗留在这儿啊。那个要很特殊体质才有。毒药啊，毒药超伤啊！你要不要去找他？要不要请他来看你？啊，给好 ，OK 了。哇！露营照相都来，通通都要。对华航，对，像我本人，我就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。对呀，这个就是我喜欢的。对，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不会讲。我们知道就好了。我是后面那个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他当然开心，因为他刚刚看你跳舞跳得很棒。他认识你们？啊，我跟你讲，他也很喜欢跳舞。他刚刚是懒，因为太热了，所以他不进来跳。要不然他跟着你一起跳。来吃啊，这么有幸，这么幸福，你看看，还有翁来可以吃哦，哇，这个太幸福了。来来来，龙猫的好朋友，你们还有翁来可以吃哎。旺旺，他很旺。旺旺。
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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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